后我今天做的这集大概有十几个采访吧，十几个采访中接受过一个采访，然后每个人都是代表。那你这个都带着特别多的疑问，现场大家都不带着什么太多的疑问，就大概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今天 QQ 那边还厉害一点，直接过来就说，咱们就不说再说你的销量问题了，这已经好了。要往这边坐了。有一次拍照的时候，就是用另外一个模式，什么模式？休闲，装叉啊。应该跟那个音响公司搞一个合作，把路上放扬声器吗？你没看到现在摩托车都是搞很大的音响吗？我老妈看到摩托车开那个音响就会说，说不知道这么危险的车骑来干嘛。还是好人小心。舞蹈就是这样的 ，Make wonderful， 哎，哦哦哦哦 ，wonderful， 真的是这样的，纯净，哦，纯净。真的是整面大海了，突然瘦了呀！这就不看镜头那个，稍微侧一下，仰头也行。侧过去了。
啊？不够吗？倾听啊，倾听上火的，对对，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对，好点。转身离开，地产的那个，没有贝壳，没有贝壳，相互凑一下。为了的珊瑚河，还转这边，有酒窝那边好。哪边？你脸转这边，珊瑚不有珊瑚对，哎，可以可以好。不好看，像耳朵似的。新哥，你拍五分钟给我不好看。新哥咋回事？啊？新哥说：“别这个，好像没别人没这个。”为什么要哪一个？好，谢谢。来来，我。来。